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美女守日记，我是小夏，又见面了，大家有没有想我呢？本期的美女守日记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由口袋巴士的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四款有趣的手机游戏，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勇敢的心，伟大战争。勇敢的心，伟大战争是披着战争外衣的冒险游戏，游戏的灵感来源于一封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信件。一个居住在法国的德国移民者 Carl 原本过着安定的生活，但是呢，当弗朗兹·裴迪南大公与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相遇后，一切都被改变了。他不得不在政府的驱逐之下回到德国，而爱妻和孩子则留了下来。此后 Carl 应征入了德军，而他的家属处于对立的法军一方。在炮火之中，他该如何自保，逃脱似乎既定的命运轨迹呢？他最终能否与妻子重新团聚，这些都由你们来决定。最近游戏发布了官方中文版，那些对游戏向往依旧的英语苦手们，赶快下载官方中文版游戏吧。 CV Crafter 是一款由独立工作室 Necratic 旗下的最新另类策略游戏。玩家在游戏中需要通过收集三种不同的资源来建造各种设施，雇佣人手完成一系列的任务，从而打造出自己的王国。从某种程度上看，本作有点像一个模拟经营的游戏，因为你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资源并善加利用。不过呢，在此基础上又融入了更多新鲜有趣的玩法，比如你可以打造自己的军队，与其他阵营展开激战，抢夺地盘。此外呢，游戏主打呆萌可爱的画风，令人倍感亲切。百变英雄三是一款类魂斗罗的横版冒险游戏。游戏背景故事讲述了一群从外表看起来并不像英雄的英雄们，决计开始着手保卫世界，打败意图占领地球的第三度空间的怪兽们。游戏中玩家可以定制自己的专属英雄，从武器到外观都能进行更换升级。每个关卡中都有 BOSS 战的设定，保卫世界大战开始了，杀出一条血路，取得最终的胜利吧。经典的像素画风，萌萌的主角造型，快拿起你手中的冲锋枪，来一次突突突的拯救世界吧。最后的航程是一款解谜类游戏，采用了非常唯美的画面风格，玩法简单易上手。游戏中玩家要单击不同的几何立体图形，通过翻转、旋转、平移、连接，把几何立体转变成游戏要求的状态就可以了。该作更是被称为后纪念碑谷式的手游。如果你喜欢纪念碑谷那种风格的游戏，最后的航程这款游戏绝对是你不容错过的佳作哦。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美女守日记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对我们推荐的游戏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口袋巴士的首页搜索游戏名称，进入到游戏专区下载游戏。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